秋天是最适合吃螃蟹的季节，无论是花蟹、石旬还是三点蟹，都是许多饕客的最爱。新北市推万里蟹也在今年迈入第六年了，现场特别发售了100份的感谢礼，吸引了许多饕客到渔港现场享用美味的活蟹。新北万里蟹。新北市长朱立伦一手抓起螃蟹，一手比赞，就是要告诉民众，今年新北市的万里蟹产季来报道了。安尼把你姊妹想清，会当讲非常新鲜、非常美味、非常甜美可口，而且是一个在地的特色，结合观光旅游，让我们大家好吃又好玩。道路满满的活蟹，一只只看起来好肥美。首批万里蟹捕捞上岸，新鲜的做成各种料理，连朱市长吃了都赞不绝口。来，尝一下这位甜美的花蟹。非常的多汁哦，甜美。所以呢，吃万里蟹一定要到我们的产地啊，雄心万里蟹。慢慢的感觉，就讲先吃完再讲一次。今年首度把渔港海洋风情搬到记者会现场，还开放100份感谢礼供给民众低价抢购，让现场气氛炒得羞滚滚。每份感谢礼只卖399元，里面却有2斤活跳跳的三点蟹，一早就吸引大批婆婆妈妈来抢购。感谢礼的收益还全数捐赠给新北市做公益。庆祝今年万里蟹品牌6岁生日，新北市政府也推出不少大手笔活动。想要大快朵颐螃蟹大餐的饕客们，这次档期千万不要错过。记者陈昭林去新北市采访报道。